师傅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厂长被人捅了，被人捅了，谁干的？是翠凤。 知道吗？报警了吗？报警了！哎哎，去找翠凤！去找翠凤！快快快！陈晨，明明，老婆，我对不起你。 根据现场员工的反应，崔浩进了检厂长的办公室，二人因为调岗的事而起了争执。就我们对案件的初步掌控来看，崔浩涉嫌故意杀人，具体的结果我们还需要等受害者清醒后做进一步的调查。鉴于崔浩已经畏罪自杀，如果犯罪事实成立的话，刑事责任会免于追究，但民事责任难逃。 怎么了？对呀，我爸怎么了？为什么做手术啊？说话呀！说话呀！师傅被工人捅了一刀，失血过多。哎哎，师傅，你别担心，师傅一定能挺得住，一定会渡过难关的。张立新，谁干的？ 你跟谁说话呢？张立新，哟，人都没在家，你砸也砸了，满意了吧？啊，让我进去看看。走吧，走，不拆自嘲。躲着是吧？新催的，让你们躲，不让你们躲。
爸爸真的没了，把家里给砸了。妈妈，爸爸人呢？他们说爸爸是杀人犯，还说爸爸已经……这是真的吗？妈妈，，所以爸爸真的没了是吗？妈妈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妈妈。 没看见，没事吧？ 你爸他，那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爸已经脱离危险了啊！别着急，你自己玩一会儿啊，去吗？ 你误会，你干嘛呢？这是医院，请你别在这瞎闹，上！别在这瞎闹。医院值班，大家都过来看一看啊！医院的药剂师就是杀人犯家属，他们家杀了人，不仅不认错，连医药费也不赔给我们。在这样的人手里边买药，你们都放心吗？简明明，你不要血口喷人，你爸没有死。 是我丈夫死了，你还在砸我们家，你还打我，我们家已经够惨的了，你不要没完没了。你冤惨，我们家不惨吗？要不是崔浩，我爸能昏迷不醒吗？要不是崔浩勾人弄虚还闹事儿吗？我们家工厂完了，你不得起责任吗？你还我爸爸！ 安排你去下属的乡村医疗站，是想让你避一避风头。你的家事在医院都传开了，你现在最好就是带着孩子，远离这个是非之地，别让那家人再找到你。搬家以后，你们两个就跟着妈妈的姓。 这样，他们以后不容易找到我们。珍珍，你以后就叫宁佑，弟弟就叫宁树。爸爸，你放心，等我长大了，我一定会为你还有妈妈报仇的。不，今后谁也不提报仇的事儿，咱们不是见家人的对手。你记住了，以后，简明明。
妈，我们回来了，快洗手吃饭啊！我爸他今儿又偷懒，说好陪我跑5圈，结果就跑了3圈。哎呀，郝玉怀同学，是你要参加运动会，不是我，我已经跑了3圈了，不错了。可是你答应我了呀，要不然就别答应。妈妈，你说对不对？好好好，快洗手，下回爸爸注意啊。惹那么多笑话。
简总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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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简总
你有完没完？爸爸，儿子，爸爸，你到上海了吗？啊，爸爸到上海了。啊，爸爸刚走就想爸爸了。妈妈说他也想你喽。爸爸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哦？等爸忙完就回去看你。好吧，听话。哎，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 最近还回深圳吗？我告诉你，昨天就是因为你骗我说孩子生病了，公司差点出了大事儿，你要再这么胡闹，我肯定给你打官司，挣脱孩子抚养权。妈妈，你怎么了？爸爸不要我们了！哎，把我前些天弄那个逍遥计划你发给江师傅。好，让他这两天带孩子去玩一趟。还有，把陈燕电话拉黑了，以后我工作时候别让他打扰我。立新集团这一周传来的消息都不太好，张立新续贷遭拒，引起关系逐渐紧张。另外，张立新发动全体员工出去追账。 如果追成，个人提成在原有基础上上浮50%，那种制造企业怎么可能还有利润？还有，立新集团已经连续3个月没有给员工上缴社保，从这个月开始拖欠员工工资。张艺兴怎么把集团经营成这样？立新集团的资金链断裂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。简总，现在出手是个好时机。 这俩王八蛋，做假账都能做上瘾，当我傻呀？看不出来。爸，我看您这意思，怎么是想把厂子都给红城了？我努力那么久，到头来我占股份10%，我凭什么呀？凭什么？ 你在背后和张立新搞钱的事儿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我不说是给你们留面子。你要不是我的女儿，连这10%的股份都没有。爸，您别忘了，厂子是我在经营，钱是我在赚，我说拿多少就拿多少，没人可以替我做主。简家没有我，能有今天吗？明明，怎么跟你爸说话呢？连理数都没了。我说不对吗？ 当初是你们逼着我嫁给张立新，好让他踏踏实实给咱家卖命度过难关。我本不同意，你们以死相逼。卖女儿才几年，全都忘了。我再提醒你们一遍，没有我就没有简家，简家的财政大权轮不着你们做主。你，公主回来了。哎，姐夫，哎，洪城买什么去了？ 哦，我买菜去了，爸说年夜饭露一手，那咱们可有口福啊！走吧，进屋吧。哎，姐夫，我先去玩游戏了。啊，洪哲，你爸跟你姐在里面说点事情，要不然等会儿再见。哎呀，他们谈他们的，咱进屋玩会儿。宏图刚买了一个游戏叫《红警》，特别好玩。哎，姐。
被霸占，我叫人去。哎，年夜饭得吃吧。 爸，真够狠！之前不放股权，我就觉得他对咱们俩不信任。现在可倒，表面上是进行股份制改革，实际上不就是为了分配财产，借咱们俩肉给红茶吗？到时候他毕业了，直接成为大股东，咱们俩还得听他的。咱们俩辛苦这么多年，不都白干了吗？ 我早就提醒过你，这厂子早晚要给简宏成接班。你当时觉得我危言耸听，你现在看看，你爸步步紧逼，搞得咱们俩很被动。明天，明天，张鑫，我告诉你。 不管你用什么手段，绝对不允许让我们的心血让给别人。不管他是谁。您坐好。你好，苏主任，苏局好吧？第一件事是。 对不起各位，我迟到了。哎，您说，来来来，过来。刚陪客户去看的东西字楼。第一，上个月的业绩出来了，宁树再次获得第一名，大家掌声鼓励一下。第二件事，我也是无奈啊。临水分公司总经理进岗，上周公布，这都一周了。 在座的各位没有人主动来找我谈，只好我来找你们了。我明白大家的顾虑，都在上海待惯了，让谁去三线城市都觉得残酷。但你们也要换个角度看问题，去了临水，你们可以独立负责一个地区的业务，如果做得好，对以后是个非常有利的跳板。我希望大家自觉表态。 既然大家都不愿自觉表态，那么只好按照这个季度的工作业绩，决定谁去谁留了。哎，管总，要不我去吧？哎，宁总怎么想的？上海不好吗？跑到涟水干什么？是啊，他还主动要求上岗去，真是……哎，人各有志嘛，啊！你有病是吧？啊！我辛辛苦苦带你这么久。 好不容易让你出现在下个月的升职名单里，你很有可能副总转正，知不知道？你现在告诉我回临水，这不耽误脸吗？对不起，关总，我真的很感谢您一直这么栽培我。我这次回临水这个决定，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。你说我听听，有什么比你的职业道路更重要？您知道我是临水人，我在一个单亲家庭里长大，我妈又当爹又当妈，把我们姐弟俩。 拉扯大，年轻的时候挣的都是辛苦钱，到老了身体落下不少病根，现在他一个人在临水，我确实不忍心。最近脑子里一直想起那句话：“子欲养而亲不待。”关总，原谅我忠孝不能两全。 你姐让我照顾你，我已经仁至义尽了。这事儿我不知道怎么跟她说，你自己解释去吧。笨笨，等我长大了，我一定会为你还有妈妈报仇的。
罗律师，哎，这个在场上，到处找。罗律师，又生气了？没事，我看看啊。林大总监，哎，谁又得罪你了，让你这么压榨你的员工？他们把重要文件弄丢了，他们必须养成整理文件的习惯。小心他们集体给你写本书，我的女魔头上司。 严谨是必须刻在财务人员骨子里的素质。万事到生活中的每个细节，我都会背了。温馨提示啊，在家可别这么较真儿，要不然你相公都快受不了，压迫了。滚，滚，回来。算你识相，要不然你又该错过重要信息了。什么信息？田金叶减刑了。真的？下个月提前释放。 报一下，我就知道，当天把这个官司交给你打，肯定没问题。怎么有点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的意思啊？要不是你积极变化，他肯定没那么顺利。好肉麻呀！真的。干嘛？林总。 喂，姐，今晚上一起吃个饭呗？哎，今天怎么有时间想起请你表姐吃饭啦？今天开心啊，别告诉我没时间啊。什么事儿这么高兴？嘿嘿，一定我升职了，成为总经理了。升职了，总经理，太好了。那今天晚上必须得吃饭，还得我请。好啊，那一会儿见你。好。 城市光电爸爸，我爱死你了！洪东，你怎么来了？好久不见。
你找我有事吗？没事，哥哥就不能来看看弟弟？我没听错吧？你能来看我？你呀，在老大身边待久了，听了我不少坏话吧？你们俩逗，别拉拢我进来。我自己做点生意挺好的。是，当年我让你跟我去深圳，你不去。你觉得呢？跟着老大有前途？ 也对，当年我混的不好，但我看你现在这生意做的也不怎么地。你哪看见我生意做不好了？我跟你说，我刚接一大单，而且我现在还搞着副业，可以说是多点开花吧。那行，你好好干，货呢我就要这么多啊。好了。哎，你等一下，什么货呀？就你签的单呢。 你什么意思？你是说这城市光电是你的？嗯，我在上海新开的分公司。不是，你在哪成立公司我管不着啊。但是你突然来临水找我订货什么意思啊？你不说清楚，这货我不接。你考虑清楚啊，这可能是你最后一单。什么意思啊？你瞧不起我？没有。 我给你这单生意呢，是想保护你。张立新和简明明可能会做对比家里的事儿，我不想你牵扯进来。傻货，他们俩在一块儿只会互相伤害。但愿吧。当年你还小，好多事儿不了解。嗯，如果有什么困难，来找我。货呢，你先备着，下半年的耗品说不定也得从你这儿走。长大了。 做点大人事，别老天天想当王。哎，你哥，十多年都没搭理过我，怎么现在对我这么好？这么大公司来临水找你。 后事已经办完了，你看还有什么要吩咐的吗？你爸走了，你和敏敏现在就是一家之主，你爸也没来得及立遗嘱。趁你弟弟在，咱们把你爸的遗愿后事儿都交代一下吧。 妈，您看，明明，你这是。
你什么意思啊？这厂子的资产是爸留给全家人的，你凭什么擅自转移啊？洪成，洪成，你误会了啊！你以后上学，妈妈的养老还是我跟你姐的事儿，我们会想办法的。你能不能别在这假惺惺的？没有你，他自己干不了这事儿。你对得起我爸对你的信任吗？啊？ 明明，你爸之前是有点偏心，但他现在已经走了。洪成是你亲弟弟，你不能针对弟弟，啊？妈，钱是我挣的，我只能这么分。 您说的对，爸是偏心。直到去世，他还在偏心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临终前他还想立遗嘱，将厂子投给老二，只是没来得及。所以他不仁，别怪我不义。明明，简明明，成，你会说话吗？啊，爸刚走。 你们就这么做？你们对得起他吗？我告诉你，简洪成，我18岁的时候没有人管我上学读书，我直接进工厂自力更生。我为简家付出多少，你们心里都知道。我能做就这么多，接不接受自己看着办吧。张立新，明明，你们给我站住！ 洪晨，洪晨，我当时真是瞎了眼，我还在爸面前替你们说好话。现在看来，爸说的一点都没错，你们就是一群白眼狼。爸现在搞成这样，全都是你们害的。我告诉你们，我要打官司，我告你们！好呀，你告，你就告，你看看你有没有钱打官司。明明，爸了，现在是我赚钱，我养着你，我养着简家。不用你养，我告诉你，这厂子我早晚会夺回来的。 我不会让你们遭到爸爸的心血，你们给我等着！我等着，但是我也告诉你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一分钱都不会给你。从今天你给我滚蛋，我滚蛋！ 越是留恋的人，越难忘记；青春已遥不可及。越是拥有的人，越不在意；轻轻丢进风里。越是留恋的人，越难忘记；青春已遥不可及。越是拥有的人，越不在意；轻轻丢进风里。